涉及内线交易，徐亚军父子被剪掉传唤，而小 S 也可能是接下来的约谈名单。炒股风暴席卷许家，人在北京的大 S 也亲上火线。亲自发简讯替亲家公和妹夫求情，说家父过世后，许爸视我们姐妹为己出，也许媒体不是爸爸，但相信台东的朋友很多都是敬重这位善良的老医师，希望媒体朋友高抬贵手，别让舆论冤枉了好人。除了说情，更自曝疑似有喜了。先前才在上海机场被拍到穿着宽松上衣，小腹微微隆起，大 S 透露自己可能怀孕一个多月了，虽然没看医生也没验孕，不过她对自己有信心，还说目前只有徐妈妈知情，连婆婆张兰跟老公汪小菲都还不知道，等确定会跟大家说。向来注重隐私的大 S 选择在敏感时机，等不及确诊就自曝已有身孕，无非是想转移焦点，也看得出大 S 护妹心切的心情。东森新闻，沈景阳、丽亚、格爱在台北报道。